总统伫这 CNN 专访内底，有闹讲到讲，这中共呐怕台湾相信美国会出手。国防部长柯国正今仔日伫发言表示，美军是来协助训练无主部队进驻，啊，奉承这强军想要夺咱的东山岛。起码美国的确是建议咱的国军爱采取独追的战略。台海情势紧张，总统蔡英文接受外国媒体 CNN 的专访。头一摆正是美军驻台协军，搁较讲到中国若要攻打台湾，蔡总统相信美国会出手倒插工，引起讨论。对此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立即要求国防部、外交部两委会说明美军驻台含义，甲监视造成中国攻台条件。对此，国防部长柯国正否认美军部队进驻台湾。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，三位首长。你们不能说你们不知道不清楚，总统讲的这句话你们不清楚。这驻是驻扎的驻嘛，但我们就一般来讲，如果部队整个进驻的话，跟这人员的驻扎。现在有没有整个部队进驻？到目前，整体评估，目前台海情势未持续急剧升高。针对两岸情势，国防长讲话短期内较无法度看到平静，立委会评估。台海情势目前并无急速升悬，另外华府智库并推了后提出报告，指出中共若讲打算要夺出东沙岛，美国应对手段有限。不过中国智库南派战略态势监视计划伫推特讲，美国情报局如果伫东沙海峡罕见进行撤围，也予立委关心，共军敢是毋免用一个兵力就当摕到东沙岛？中共如果意图不费一枪一弹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你觉得可不可能？不费一兵一卒，不费一枪一弹，这是每个国家攻击前他的期望。但我跟委员报告，国防部长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美国建议国军采取独家的战略，和中国政权东沙岛之初都吃到军事和政治上的痛苦。国国就表示会继续强化战略。另外，国军和外国媒体报道，拢伫咧变数挂草，不过就驳斥，强调国军90%以上拢是志愿役，尤其至少4年以上，甲以往比就进步无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